你的两颗，我们有两位幸运的朋友，有人举手想要，对不对？旁边的朋友想要带走我们的五灯吗？我们有两位幸运的得奖，第一位是我们的林天峰，有在现场吗？好，以及呢，第二位邓慧珠 ，DL 瑜伽区，邓慧珠有在现场吗？慧珠。在哪里？哦，这边，赶快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你得奖了！哇，可以带走的呢，是由我们市政光电赞助的黑发 EHL 五的五灯。好，我们有请郭董事来颁奖。我们两位一起颁奖，一起合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也邀请阿 C 的顺哥呢，待会要来帮我们颁奖，我们请顺哥到我们舞台旁边来准备一下哦。市政光电来赞助的 EHL1 雾灯两颗哦，也是两位幸运得主。想要带走雾灯的，赶快在心中默念你的名字，好不好？两位有两位哦，来，第一位得奖的是汪真慧 ，DL 瑜伽区。汪真慧有在现场吗？汪真慧，你在哪里？赶快挥动你的手，让我看到你。DL 瑜伽区的汪真慧有在现场吗？一样，你该让空拍机在我们上面了。顺哥，我们要吃烤牛排。走啊！走啊！走！叶楼云家区的汪真慧，汪真慧三次。好，我们先掌声谢谢我们汪真慧把这个奖项让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得奖者。哎，这个是刚刚没有出现过的哦。联合重型机车协会邱真婷有在现场吗？邱真婷有在现场吗？早安。邱真婷有在现场吗？举起你的手哦，有是不是？有吗？我看到有人用手指着远方。哦，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呢，第二位的得奖者，恭喜我们的红宝车队陈建伟有在现场吗？建伟。陈建伟，挥挥你的手，是你吗？那陈哥你在哪里？赶快上来啊！恭喜你们可以带走呢，一样是由我们市政光电来赞助的雾灯哦。来到台上，把你的陈哥脸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哇，这是我们郭董事的最后一个奖项了。哇，一开始就接连抽出这么多好的大奖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请郭董事来帮我们颁发奖项。好，我们董事一样站中间，看向前方的摄影镜头，靠近一点。好，开心的露出这个得奖的笑容哦。
动这一轮，它那个 J 值都比较大，应该抛到机会比较大。还会怕晒伤了。对啊。要不然哪天怎么运气？向前走，向我保重，我摔倒在手，安全感不够，就向前走，因为。